我来了，咱们走吧。嗯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么讲完？到期了。这个院的处对象费，请过目。下回自觉点啊，不然不给你处对象了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来先亲一口。等一下，我先验一下货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打发谁呢？打发叫花子呢？说好了这个月多200呢。最近公司方面财务有点紧张，你也知道我这手头有点紧。哎，要不咱俩这个月就谈20天，分手10天。嗯，多加200块钱太贵了。不行，你是不知道这外面这什么行情啊。啊，不知道啊。我兄弟他们现在都这个数啊。这么多啊。嫌贵啊？那行，嫌贵，这个月牵手次数降到2次，亲嘴减半，分床睡。那别，那哪我哪受得了啊？200，省着点花，我还得攒钱给你买跑车呢。这还差不多，来赠送个亲亲吧。